是千金镇市府第二农贸市场。这也是在江海，上海隔壁的昆山市。北京烤鸭。这是北京烤鸭。好冷，好冷，好冷啊！可恶。这是菜市场，菜市场卖菜。好多人哦。进去里面看看好了。这里他们讲的话我都听不太懂，好像是江苏话吧。我也刚过来第一天而已，我也知道说衣服带不太够。是卖肉的摊子，出口快到了，出口快到了。这是卖什么的呢？这是卖鱼的。对呀，踩到不知道什么东西了。有卖，那边有卖鸡的。哦，这边还有。结果，结果。好了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谁来？谁加谁了？哎呀，五毛钱了，五毛钱。谢谢谢谢，我买不起。我拍一下，这也就是清林镇的菜市场。好，那继续回头逛。哎，你好。回头，回头。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东西。两个手。哇，很多卖菜的，这边感觉出产很多蔬菜跟水果。有没有看到大家都穿长袖跟长裤，还有毛衣大衣，只有我一个人穿短袖跟短裤，有够冷的。今天是2012年11月4号，记者黄凯迪摄于昆山千金镇。